哇，我一生人都没有试过出这么多汗，还是冷汗。我一下来我知道我就死路一条，无论为了我的队不输，我命都可以的。不是命，命不可以，其实只是命不可以。我这样的话，其实是不是看不到我？是不是看不到？嘿，你在这，你躲啥呢？哥，当没看见我哥。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表演节目我们立马让你走。表演什么节目？你随意的，你拿手的。男人说话算话。我说话算话。表演完你就让我走？对，让你走。鹿晗哥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在你的心目中比游戏更伟大。没事，你现在表演个节目你就可以走。你想看什么？你最拿手的嘛。我没什么东西拿手。什么后空翻啊之类的，能翻吗？能翻，那你就翻，那你就走，走，走也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对，我永远不回来走。你到时候带四个人一起回来，我真是，我，哥不会的，好吧？哥，我发誓，你真的这样对我的话，我会永远对你很失望。不这么对你，快快快，来吧。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快快快快！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哥，扇子。哦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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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重要还是你？你叫加尔重要？加尔重要。来吧 ，OK。我翻一个走啊！翻一个吧。我翻一个你就走。我是翻一个你走吗？我。好，行行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来，翻吧。你说加尔走，然后我就来了。行，加尔走。五五，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帅帅帅，还可以吗？我走了。哦，真的走了。拜拜。